今年係天氣好，個温度又低好多。一落雨我又唔好焗，所以我遮住。沿途見到其他跑手點啊，嗰個氣氛。我見唔到係，我要跑啲力跑。佢得呢個窿睇到嘢。係啊，得呢度睇到嘢，乜都睇唔到。咁有冇障礙啊？對你嚟講？有啊，咁好彩有班好有經驗嘅朋友出嚟同我跑。想問下點解今日會即係用呢個打扮嚟參加呢個全馬嘅？因為咧，其實咧，沿途咧好多小朋友啊，咁佢又嗌唔到你的名字，咁佢見到咧，佢哋會好開心。咁跟住咧，臨尾你又可以幫到你咧，可以快啲。咁咧好似個嘉年華咁開心。係，咁但係咧，著成咁跑會唔會特別辛苦啊？辛苦啊，其實尤其是咧上到去上到去深呢個上橋啊嗰啲咧，好大風啊，咁變咗咧扯住個人咁啊。但系咧，因為啲人嗌加油咧，所以咧，即係你個力量又會喺翻度。諗過再跳跳虎嘅，但系咧，因為比加超咧，好似咧啲小朋友識多啲啊，即係呢一代嘅小朋友都識啊，咁想佢哋都開心啲咯。咁一路嗌嘅時候，咁佢就開心。想問下點解今日會著龍袍嚟跑呢個扎馬嘅？穿住呢個龍袍，呢個比較吉祥一點。這也是第一次到香港来跑马拉松。哦。本来有跑马拉松习惯吗？对对，我跑了差不多60趟马拉松了。六十个。六十趟。对对。对，现在国内的马拉松基本上都跑过了。是第一次穿这么特别吗？穿了差不多2-3年了。都是穿这件吗？穿这件，我跑马拉松就穿这件衣服。不会很辛苦吗？还可以，我觉得反正是有点热。我今天的温度挺好的。那你戴这个帽子不会很重吗？跑的时候很不方便。稍微有一点，它这是一套衣服。